还搞不清楚特地格怎么用？这是我的小猫咪，小猫咪开心的吃鱼，小猫吃的胖嘟嘟，看到老鼠追不到，抓抓抓！来，我们一起唱。哒哒哒的名词，滴滴滴滴动词，哒哒哒的形容词，哒滴哒哒哒哒。再来一次，哒哒哒的名词，滴滴滴滴动词，哒哒哒的形容词，哒滴哒哒哒哒。再来一次，哒哒哒。老师，你要唱多少次哦？唱到你们会为止。老师，我从头唱到尾，尾唱到头都唱到啦。真的吗？唱来听听。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形容词，滴滴滴滴动词，哒哒哒的名词。好啦好啦，开始上课，在空格里填上正确的哒滴哒。我们先，你来回答。小猫咪是名词，哒哒哒的名词，这是白小的，这是我的小猫咪。很好，下一个，杰哥。怎么啦？老师来告诉你，吃是动词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土野地。你来念一念。小猫开心的吃鱼，哎，很棒哦。来，下一题，陈硕。胖嘟嘟是形容词，双人的，小猫吃的胖嘟嘟，看到老鼠追不到。哇哦，太棒了！我是陈老师，飞机器，多关注我，你将得到更多的华文知识。